文人行自走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任性的总统，经常突发奇想，想到哪出是哪出。据《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近日特朗普被爆出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突然提问：“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入侵委内瑞拉呢？”听闻此言，身旁一众高管顿时吓得魂不守舍、呆若木鸡。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永远是嘴巴比脑子快。报道称，特朗普是在众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任的国务卿蒂勒森和时任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轮流向总统解释，军事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不但无法打击委内瑞拉总统马图罗，还有可能失去拉美各国政府对美国来之不易的支持。然而特朗普却不这么认为，他援引了很多他认为成功的炮舰外交案例，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入侵行动，包括入侵巴拿马和格林纳达。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于1983年突然入侵格林纳达。对于传出特朗普很像入侵一个国家试一试的消息，委内瑞拉国内可谓一片哗然。其实对于现任总统马杜罗而言，这可能是一次神助攻，面临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的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将注意力转移出去的方法。马杜罗随后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军队必须为自己的国土做出最大的防卫。制宪大会主席迪奥斯达多卡吕吕也警告美国，他们美国甚至不知道之后该如何抽身，他们要是踏上我们的土地就只能吃土，我们会变成第二个越南，成为他们的噩梦。委内瑞拉军队的装备在拉美国家中不算很差，有专家指出美国可能迅速摧毁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这点无容置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拉美国家普遍对美国抱有敌意，毕竟特朗普认为自己很成功的炮舰外交案例中让美国在拉美地区败了不少人品。如果美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入侵委内瑞拉，其他拉美国家对美国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只能荡然无存。其实对于普通委内瑞拉人而言，反对马杜罗是自己家的事，但美国入侵是另外一件事。虽然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但马杜罗的民意支持率依然不低。今年5月20日马杜罗赢得大选后，美国却以种种理由不想承认这个结果，甚至考虑对委内瑞拉实施原油制裁。而对于特朗普入侵委内瑞拉的想法，白宫也没有正面回应。但有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为帮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带来稳定，美国会考虑所有选项。砸烂一个国家是为人家好，这个逻辑确实很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军队而言，他们更多愿意秉承查雷斯的遗志，